26B。好来，下一站就下车，又换车了。很快的，下一站就回到家了。下站要转车啊，要坐几个钟啊？坐好了。这个老大你那么舒服的啊？你垫妹妹睡觉啊？发现异常情况。快点走啊，还有半个钟的时间了。哦。妈妈，现在这里都没什么人了。换车有什么人啊？换车，这里有点冷哦。嗯。更多人了。三分钟，正点到达建水车站的时间是十。我穿反衣服了，那身衣服。终于回到河口了，还要打车回去哦。嗯。他睡着了。